该不会还在睡吧？没有在睡，然后早就出门了。有没有听到风超大的？有没有听到？我等下就到了啦，你们先点餐，先点餐，不要等我，拜拜，拜拜。喂，蔡庆怡，你上次说你身体不舒服，今天该不会又哪里痛了吧？别再放鸟喽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家狗狗失恋了，你看它的哭声超悲的样子，嗷嗷嗷嗷，你看它超可怜的，我不忍心放它一个人，你忍心吗？你看一个狗狗失恋了还没有人陪，多么可怜！我跟你讲，我们下次再约，下次再约 ，Love you， 拜拜拜。起床起床，快点，我们连要迟到了，你忘记了吗？要迟到，快点。你肌肤刚起床可以这么的滑嫩呢、啊？因为我去新可爱漂亮啊。这边上保养了吗？你说呢？哦，剩十分钟，我去擦个防晒跟口红，我们就差不多可以出门了。哎，不是这样子的吧？你等我，不要走，等我啦，等我。所以子婷你什么星座的？巨蟹座。那你下班喜欢做些什么事情？看书。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我喜欢阳光的。等一下，关先吃、嗯、对我好就好。等一下，好，最喜欢这种。对，我兄弟对女朋友还蛮好、真的，我也还不错，我也好。了解。喜欢狗还是猫？猫。猫。对。为啥？那你平常下班还有什么休闲娱乐？马上用手机开启星河爱漂亮 APP 预约，睡过头也不用担心，散发自信美丽，快来预约星河爱漂亮吧。